陈敏之近年转战内地市场，拍片直播带货成绩相当之好，越做越吸金，成为带货天后，仲应邀担任节目《中国新主播》的评判添。只不过敏之日前惨被师弟陈山聪狂串啦。事完山聪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度开直播，期间敏之乱入留言，山聪就叫敏之加入啦，但敏之就话自己敷紧 mask 而拒绝啊。山聪听到之后就话：陈敏之敷咗面膜啊，佢见唔见得人噶？佢唔化妆，而家陈敏之好贵噶。佢做直播要收钱噶，犀利咧，搵钱又多，你够胆咪入嚟啊，陈敏之。之后敏之加入直播，就笑话唔识点样加公仔图案，结果又俾陈山聪当面话，净系识用嗰啲直播嚟搵钱，你冇用噶，你个人除咗搵钱，你识咩啊？哇，火药味劲重啊！但大家唔使惊，山聪同敏之都仲系好老友，经常以兄妹相称嘅佢哋，今次都只不过系搞下激，讲下笑啫。